老表一路送货慢走哦。好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川哥，今天来到火车站送老婆的老表到福州去做活路。大家有没有觉得火车站的饮食贵不贵呀？来吃个啥子？这边好多吃的哦，有盖饭、燃条。老板，给我炒一个猪肝盖饭嘛。好，盖饭到了，盖饭来了哈，15块钱一份儿。这猪肝盖饭还是这么大一盘了。猪肝来炒的多嫩点。这会儿呢，猪肝盖饭15块钱，也不算贵哦，毕竟是火车站嘛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好吃得很哈。是的。吃一个像二个。那个引到了，大哥。谁呀？浙江啊。哦，那个。也住在原地，住了几个月。本来我往熊圈来，今天去抓子活路。工地上嘛，我是在工地上做活路。做啥活路？做的灰匠，泥瓦匠啊。我那个反正手艺多哎，那样不就那样了，那样不就那样哎，反正我也搞得到。我的没有那个。老表到福州去，我是他到福州，他也是在工地上去。我们大声的说，活路少啊，工地少啊，也不好看。你把衣服丢去噻。那猪肝和的酸萝卜、酸辣子炒起，味道多巴适的。嗯。